下半場而家開始，剩低45分鐘俾你哋追嘅咋。哈薩特呢一球啊，俾得麻麻地啫噃。嗱，個波啊俾得麻麻地啊，但係其實咧個做法咧個心思係幾好嘅，應該仲有下次嘅。呢球波擋得好啊！佢哋嘅防守啊，真係冇得彈啊！哈薩特，奇雲迪布尼，呢一下就話想試下傳上去。其實佢睇啊，睇得局勢好清楚嘅，係俾波嘅把握咧就爭啲過唔到對手啊！呢球波過唔到啦！艾巴，迪布尼，哈薩特 ，C 朗前面得翻個手，好機會啊！得手啦，二球波追平啊！嗱，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啊，仲要係攞咗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。呢場波夠曬睇頭啦啩！對強隊咧，難免係要冒下險㗎啦。呢場波應該好有睇頭，叫做暫時解除威脅啦。沙拿試下挑個波入嚟，艾巴、迪馬利亞穿過去啦，基利安麥巴比，基利安麥巴比起腳射埋去。個攻勢咧都組織得唔錯，但係爛咗尾啊！最衰，咁靚嘅比波嘥咗，真係可惜啊！沙拿整腳直線，有空位俾佢啦！基尼安麥巴比射門，卡華積嘗試追翻個波翻嚟，朗拿度踢埋上去。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艾巴、普巴、基利安、麦巴比、奥巴美扬，个波而家喺沙拿度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耶治、奥巴美扬、朗高个波，基灵埋门嗰下啦！哎呀，功亏一篑啊！呢个比波咧要好好嘅眼界，凹个头凹得咁靓。普巴、試下呃埋去啦，奧巴美揚，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艾巴，好明顯係犯規啊！球證諗都唔使諗啊！艾巴、基利安麥巴比、普巴攞到個界外球，普巴
完全不怕同人碰撞嘅。普巴出咗界，又系界外球啦。這個界外球啊，掟得曳啦，咁容易啊俾人搶走嘅。普巴個波飛出嚟，普巴嗱，而家兩隊咧係互不相讓，所以個控球權啊好重要嘅，唔好亂咁送禮俾人先得噶。佐迪艾巴，咦，控得幾靚喎！講得好，一腳踢走呢個波，高空傳球，高列巴尼擋住咗球波。迪馬利亞，普巴，美斯。而家睇落咧，場波嘅關鍵咧就係邊隊能夠冷靜啲，能夠 hold 得住個波啦。基利安麥巴比，你有冇入啊？睇嚟係龍門球嚟嘅，球證都咁諗喎。法定時間結束，而家要踢加時啦。我諗兩邊嘅教練咧都冇得怨人啊，係佢哋自己隊波咧打唔出啲咩火花。要再踢多30分鐘，睇下分唔分到勝負啊！兩隊經驗踢了成90分鐘，仲未分到高下。美斯，兩邊都追住個波啊！美斯，基利安麥巴比，蘇亞雷斯攞到波啊！傳俾。蘇亞雷斯，迪馬利亞，個波而家喺迪馬利亞度，斯朗拿度有機會踢個地波入嚟，差唔多到最後防線噶啦，解到圍就好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。一個長傳啊，上前場，基利安麥巴比，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。嗱，其實個諗法唔錯噶，走位都幾好，可惜啊，俾波嘅質素爭啲啦。普巴、美斯喂腳直線，普巴擋咗啲球波，雲迪即刻加時階段踢到一半啦。場波就去到最後嘅15分鐘噶啦，唔知道會唔會有咩戲劇性嘅發展咧？呢15分鐘裏邊會有啲咩發展咧？到目前為止呢場波都算好睇下，啊，睇埋最尾15分鐘唔知會點咧？出界啊！
艾巴向前传出，普巴身形占优啊！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，成份俾人撞开咗。云迪即刻，美斯解围做得唔错，维杜、艾巴、这个直射啦！最后嗰脚啊，简单啦。喂，你点睇啊？朗拿度好明显系个威胁嚟噶啦，但系对身后防咧，由佢周围走嘅，差唔多好似送咗入波俾佢。已经啊梅开二度啦，当然想入多几球添啦。呢一队经已将比赛嘅形势扭转咗啦，问题系啊，可唔可以挨到比赛完先？呢球波好大机会咧，系决定呢场波边队赢啦，肯定系啊，除非唔系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呢？嗱，要赞咧，佢系意志力应该。苏亚雷斯呢球波扑得好，苏亚雷斯逼到龙门真系要使出真功夫啊！卡华即比赛结束，但遇上逆境咧就应该系咁噶啦，真系非常扣人心弦嘅一次反败为胜啊！佢哋都系值得赢呢一场波嘅。呢场波咧，球员嘅心情真系好似坐过山车咁啊！一开头紧张，最尾咧就系最刺激嗰一刻啦，赢波啦！嗱，其实佢最后能够赢得到咧，完全因为佢心态咧够进取。一般嚟讲咧，嚟到呢个时间和波咪算咯。佢哋竟然够胆喺最后阶段仲去搏争取入波，好嘢啊！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多谢阿 Keyman， 多谢晒啊！咦，话时话家谦真人靓仔个上镜喎。